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道说《孙子兵法》。我们站在道家的角度来看，孙子写下这本兵书，实在是以慈悲之心、仁爱之心，在告诫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后代，战争是非常的残酷的，所以说它里面隐含的真正的道理是掌握兵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强盛，不可战胜。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和平，不要有什么战争。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第八的一课。按我们的方法呢，要求在听的时候呢，保持一个身心放松的状态，然后把呼吸也调整一下，深长、均匀、缓慢。可以用站桩，可以用打坐的方法。这样呢，我们再来学习这一课呢，就会有些新的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能学到什么。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啊很有趣，是叫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行孙，他这个孙也和孙子孙是一样的，第一个字叫土，就是大地这个土，行是行走的行，行走，孙，孙子兵法的孙。这个人呢，他出处呢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封神榜里面。土行孙的来历不小，他是十二金仙的其中之一，巨牛孙的一个大弟子。他的武功是很高强的，但是他个子很小，和孙悟空一样，拿一根冰铁棍。孙悟空是金箍棒嘛，他是铁棍，兵器相似。但是他最厉害的本领呢是土遁地形术，就是他可以在地下面行走自如，日行千里，还有这么一个本领，他师父传给他。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封神榜里面是怎么来说他的。当时两军交战，一边是那个纣王的派出了这些将军，当时派出的这个将军叫做邓九公，然后这边呢派出了的总指挥呢是这个姜子牙，他们两军作战。作战之后呢，那个邓九公的武功非常高的，这边姜子牙和他打斗的话，可能应该是不是他的对手，然后这边没办法，派出了是最厉害的杨戬，因为杨戬就是二郎神嘛，他的武功和那个孙悟空差不多，也是很厉害的，在这边应该算是一等一的高手，所以说那个邓九公跟他作战就被受伤。然后邓九公有个女儿很厉害，是女将军邓婵韵，她也是武功很高强，女中豪杰。
他有一个暗器，就是他跟人打斗的时候，到紧要关头，他有一种五彩石，一种石头。一般人连哪吒这种高手都受不了。所以说这边派出了这个杨戬之后，他又采取这个方法，打到紧要时候，确实百发百中，杨戬的脸上也被他打中了。只不过杨戬呢，因为有金刚不坏之身，他这个脸被打了之后伤不了他，然后他呼唤念动咒语，呼唤他那个哮天犬，一下子上去就把那个郑传玉的脖子咬伤了，然后那个郑传玉马上就败了。邓九公和他女儿都受伤了，都败了，都是败在杨戬手下。然后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呢，土行僧就来了。土行僧是怎么到这个里面来的呢？其实土行僧他是一个道教元始天尊这边的人，就是他实际上应该到姜子牙这边，但是呢他正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公孙豹。公孙豹呢是相当于是这边的元始天尊这边的一个叛将，他和姜子牙本来是师兄弟，但是他为了争一口气，不服气嘛，他对姜子牙，他觉得师父有点偏心，把这个封神榜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了姜子牙，他非常不服气，他就想帮纣王，专门跟这个姜子牙作对，因为他觉得姜子牙不如他。从表面上看，从法力上看，姜子牙真的不如他，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道家的最高的境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讲的是性命双修，心性不仅仅是看他的功夫的深浅。所以说姜子牙由于是一颗慈悲之心，为天下苍生的这个幸福着想，所以说他最后是得道得助的。然后这个土行僧就被他说动到了纣王这边，所以说来了之后，由于他看起来长得不起眼，很小的个子，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所以说让他去做一个做后勤的，就是搬运粮草这么一个小官，所以说还没显出他的神通。这个时候呢，主将受伤，主将的这个副将就是他女儿受伤，已经没办法打仗了。这个时候土行僧出现之后，就问为什么没有出战，什么原因，然后这个郑九公告诉他，因为都被受伤了，动不了了。然后土行僧说看一下伤，你看哦，这脸上好办，他就有一个葫芦，宝葫芦，他从里面拿出一颗金丹，用水把它化开，然后在伤口上敷上，马上就不痛了，很快的。因为他这个金丹从他师父那里偷偷的拿出来的，然后他在拿到金丹的同时，又拿了另外一个宝物，叫做捆仙绳，就是神仙都会受不了那个绳子，扔出去可以把神仙捆起来，两样宝物。然后里面这个女将呢也在那里很痛嘛，被那个哮天犬咬伤了，她也用再取一颗金丹化开，也是在那个疼痛的地方敷上，马上就不痛了，因为它是仙药啊，非常的快速。然后他就笑了一下，这个土行僧说，如果当初主将愿意用我的话，可能早就我们就胜利了。这个邓九公本身是不相信他的，但是一看他这个药还是挺灵的，一敷上去不痛了，应该是有点道术的，就说那明天你就去出战。结果果然土行僧出战了，由于他貌不出众嘛，这边也瞧不起他。第一个出战的就是哪吒，哪吒那个功夫是非常高的，神通很广大的，一看很小一个人，哪吒是站在风火轮上向下看才能看清楚，说这个人呢，身不过四尺，手拿一根铁棍，有什么本领呢？根本不相信。哪吒觉得哈哈大笑，所以说任何时候不能轻敌，不能看不起，不能
用外在的这个相貌来评论对方，拿砖马上就吃亏了。然后同学生跟他两个打了一会儿，由于同学生很灵活，前后左右的，老是到拿砖的背后去打他，一会儿就拿砖就出来一身汗。结果拿砖正想用自己的法宝，他有法宝嘛，乾坤圈，用乾坤圈来打他，没想到这个土行僧动作比他快，用了捆仙绳往空中一扔，当的一声，突然发现拿砖凭空消失了，哪里去了？捆到那个敌人的那个阵云里面去了，叫做飞云洞里仙神庙，不怕莲花变化身。那个拿抓是莲花的化身，不是没有肉体的，要是一般的人可能更受不了，但是就是这样，他也没办法，变不了，抓过去了。然后他又来叫阵，姜子牙都吓了一跳，拿抓这样的本领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了？下面的人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见一道金光就凭空消失掉了。姜子牙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这是有道法的。土行僧又来叫阵，这边派出黄天化。黄天化也是一个很那个，在风水演义里面年轻一代里面也算是一员大将，很厉害的。哪知道这个黄天化跟他比就更差一点，因为他跟哪吒比还不是哪吒的对手，所以说同样如法炮制，金光一闪消失不见了，又捆过去了。这一下姜子牙都有点着急了，一下子失去两员大将，而对方是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小个子，像小孩子一样的这么大。最后没办法，还是派出最强的，就是杨戬。杨戬是这边最强的一员大将，道术最高，有八九玄功，和孙悟空一样72变。结果这个杨戬呢，当时是看不上他的嘛，他就先出来观察，发现有点古怪，因为那个土行僧的那个法宝上来之后，姜子牙先出战，他想去试一下，看看那个土行僧的武功到底怎么样。哪知道土行僧根本没有跟他怎么打，直接用他的那个捆仙绳，一道金光一闪，姜子牙也被抓走了。姜子牙是主帅被抓走了，这边就乱套了。这个杨戬在旁边一看，大为吃惊，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一道金光根本不是那种妖怪的妖精的那种光，是正气的仙气的，他就觉得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呢？就说明如果一个人心性不好，有邪念的话，他就是掌握到正确的正法，他修到最后也变成了邪法。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所有的言行举止身口意是被他这个心念所控制的，如果他没有慈悲之心，他正邪不分，他就是掌握的是正法，他拿去用也用到了错误的地方，用到了不好的。这个土行僧就是这个例子，他得到的是道家的正法。结果运气好，元始天尊那里早就知道了，派了他的白鹤童子飞过来，直接用手一指，就把那个姜子牙身上的那个道法就解去了，化解了，然后姜子牙就被救回去了。然后杨戬在旁边观察了一下，就说我们中的这个是捆仙绳。姜子牙说那就奇怪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捆仙绳是谁的，巨牛山就是十二金仙之一，是他的师叔这一辈，不可能来跟他作对啊。他们就继续观察，这个故事很有点奥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楚行孙还有其他的本领。最后，这个杨戬跟他出战，开始迎战，结果确实杨戬的本领呢比楚行孙要高很多，而且在打斗的过程中，杨戬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就放出他的哮天犬，那个楚行孙就害怕了呀，看到哮天犬冲他咬过来之后，他就身体向下一扭，一下就不见了。只有杨戬知道他钻到土里面去了，不得了，说这个人在敌人那边的话，我们没办法取胜了，而且不仅不能取胜，可能还有很大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土里钻来钻去的，他万一晚上钻到这个我们的云里面呢，搞暗杀怎么办？那是很可怕的，他可以钻过来把这个这边的这个将军啊、武王啊这些暗杀掉啊，因为他从土里面出来，没办法防避。结果他们正在讨论，突然一阵大风，咔嚓把他们的那个旗子打成两段。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有好几处，曹操在进军的时候，那个旗子军旗突然被风大风吹成两段。诸葛亮这边也有，在进军的时候，突然天上那个乌鸦鸟在天上乱叫，这叫什么？这叫上天垂象，就是说上天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给我们一些异常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道理的。到底什么道理呢？用八卦来解决，来看，可以分析出来。然后姜子牙就用三个铜钱摇卦，一会儿就得了一个卦，金钱卦。他一看，马上就知道，今天晚上敌人会来偷袭我们，可能会暗杀我们，赶紧防备，特别防武王。武王是他们的，文王已经去世了，武王是他的儿子，当时的真正的这个君王嘛，一把手。说这个风太凶险了，赶紧加派人手防备。然后怎么防备呢？唯一的办法，请他到姜子牙身边来，这样呢好防备一点。所以说就请他来喝酒，但是也不敢告诉他有敌人来偷袭，因为他会害怕嘛，他也只是一个君王而已。这个时候呢，土行孙果然就想，既然你们不好取胜的话，不如晚上去搞暗杀，进去直接把武王杀掉，然后再来杀姜子牙也可以啊，让他们六神无主。结果进去之后呢，姜子牙这边做了安排的，让二郎神变成一个妃子的样子，睡在那个武王的那个寝宫里面。武王其实被姜子牙邀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但是土行孙不知道，一看上面有个妃子在那里睡觉，面似桃花，异象扑鼻，一下子就动了那种欲望，就说你是何人在这里睡觉。那个女子醒来就说，你是何人？然后他就说，我是陈塘云中的先行官，准备来杀武王，如果你听话了就可以不杀你，不然就先把你杀死。那个妃子就说，我一个女流之辈，你杀我也没什么用的，不如不要杀，收成把我收为你手下的一个奴婢，我帮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这个土先生就动了心，就想对他非礼一下。结果呢，这是二郎神变的，因为二郎神是和孙悟空一样的，会七十二变嘛，他是八九玄功，八九就是七十二。这个土行孙刚刚想上来宽衣解带，突然发现这个女子反而把他抱住，因为是杨戬呢，力量大得不得了，他的这个全身动也动不了，呼吸不了，就说美人快点松一点。哪知道那个女子大声喊一声，你这个匹夫，仔细看我是谁。
这个土行僧再一看，那个女子消失了，不见了。一看是什么大将军杨戬把他抱住，这下土行僧慌了神，但是动不了。杨戬的武功比他高，力量比他高，法力都比他高，他没办法动不了。然后就抱着他向外走。姜子牙觉得奇怪，哎，为什么不把他放到地下绑上嘛？杨戬说：“千万不能，因为他这个人徒弟就跑了，所以说必须把他悬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样才能把他抓住。”然后姜子牙就说：“那这样的话，就把他抓出去，直接用刀斩杀这么坏的人。”然后杨戬听命令嘛，就准备换手拿刀，因为他两只手把他抱住的，必须把一只手空出来拿刀嘛。土行僧一看，一只手抱住他，他赶紧向下一挣，他的脚一碰到地上，两眼就干瞪眼了。为什么？土行僧呐，一下钻到土里面去了，一会儿就跑了。他就是一招宣此片天，他就是一招就是可以钻到土里面。最后怎么才能抓到这个土行僧呢？还他师傅出面才把他抓住，因为他师傅当时法力比他高得多。然后土行僧呢就回归到，因为他师傅出面把他抓住了，他就回归到这个周朝这边来。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他看那边纣王确实是昏庸无道的昏君，不能跟着他，所以说就过来。过来之后，帮助这个姜子牙做了很多好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说，哪怕他学的是正法，如果他心性不好的话，他也会做坏事。像土行僧已经跟他师傅在山中修道1000年，已经得道了，所以，但是呢，他的心性都还不够，还被那个公孙豹说动了，到了另外一个敌人那边去做事，但是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肯定有因果报应。果然，最后土行僧的结果确实是因果报应，就是说前面犯了那种很重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另外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他是钻到土里边去日行千里，另外一个后来又来了一个修道的，是可以钻到土里面去日行1500米，就是说比他更快速度，所以说他死在那个人手里了，这也是个因果报应。他师傅其实提前就预测到这一点，但是没办法，这是天意，帮不了他，因为他前面做了这个错事，最后有这个定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的凡人，是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心慌意乱。而真正的修道有成的人，这些大修行者、神仙们，是在预防，就是说尽量让自己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反观自照，让自己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不好的事情，要行正道。因为当一旦发生之后，哪怕修为再高，那个因果报应的时候，也没办法改变起来，非常困难的。当然，由于他毕竟是修为非常的高明，所以说他最后在封神的时候，他还是封了一个封到天上做神，但是都要差了一点，因为他和那个杨戬呐、托塔天王李靖呐、还有那个哪吒比，他就差了一等，因为他们是属于没有被杀掉的，直接飞升仙界，这样的级别就更高，修为更高，未来的。然后我们返回来看今天晚上的课程。今天是叫九辩，它是讲了一些特定的环境，不好的环境怎么去规避它，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打这一仗，什么情况下可以打这一仗，它从这个角度在告诉我们用兵的原则。
因为一个人，他不可能直接拥有军队。一个将军，将军的军队来自哪里呢？来自于国君，就是皇帝嘛，古代的国王。他信任这个将军，觉得这个将军可以打胜仗，他有业绩，或者是说他展现他的这种兵法的才能，让这个君王觉得可以信任，才会把军队交在他手上，然后。组织训练这一个一系列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困难的。这个返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修为修炼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血管系统啊、经络呀、等等，就相比于千军万马，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器官构成，然后还分成了肉体。心理、灵魂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就是一支完备的军队，一个小宇宙嘛。大宇宙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都有。所以说，道家讲修到一定的时候，得到传承的，需要祖师爷传承一定的兵马给他，就是可以呼唤这个空中的一些护法神呐、啊，一些值班的神呐、啊，都可以呼唤。下面的来帮助他，阴性的。当然，如果不是正法的话，可能对自身健康还是有害的。一般上面的比较对自己有利，因为它阳性的，阳气比较旺，阴气比较旺，对身体肯定有害的，不好的。所以说，附体这种现象，在我们正道里面、太乙道经里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随时有护法神做一个护法。给天尊的这种加持力做一个护法，就不会发生。当军队组建开始出征，还没到达打仗的这个地点，中间有可能有很长的这个路途，那么就要小心预防一些什么地方呢？如果那个地方很难通过，就是道路不好走。这种地方就千万不要把军队驻扎在那，不要停留，尽快通过。如果到达那种很宽阔的地方，交通四面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有可能有很多的诸侯国，就是外国，很多小的外国要跟他们结交。这讲的是善于团结人，就像一个人在单位上，他要和上下级关系搞好，和同级别的同事关系搞好。往往这种人都比较顺利，命运比较好。而如果过于的独来独往，不理这些同事、同学或者邻居，完全不理，不打招呼，也不理他们，那么这种人往往在需要帮助的人就找不到帮助的人。所以说，这个《孙子兵法》看作是打仗，其实就在指导我们怎么去把命运变得更好。要想命运好，就要多团结一点，把朋友变得多多的，把敌人变得少少的，最好是一个敌人都没有，全是朋友。即或说不是朋友，也是不是敌人，是普通的关系，他不会落井下石。如果平时得罪人，敌人多了，在你困难的时候，他落井下石。冤亲债主为什么这么困难？需要长期的、反复的、不断的去操作他们，就是因为他是我们过去。不明白道理的时候，过去生再过去生，过去世，因为人生转世的次数太多，记不住。过去可能结了仇，说不定做了坏事，杀了人或者欠了别人，没有团结人，一句话，这一次把他怨气要消除，就要花很大的代价。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预防，从现在就预防，和同事们搞好关系，和每一个认识的人搞好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很难生存，没有粮食，这位赶紧通过。就像当年旧社会还没解放之前打仗的时候，到了少数民族的地方的话，就有点可怕，因为少数民族对汉族他可能不了解，他不会提供一些帮助的，所以说快速通过，否则的话。光是吃都无法解决的话，军队就没办法打仗。
如果四周险峻的高山很容易被敌人包围，这种地方要特别小心。在历史上很多军队的失败都是被敌人包围，而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很多次得手，以少胜多，都胜在这里，就是把敌人包围在一个地方，险峻的高山，然后他一般善于去用火，用火攻，在古代火就是最厉害的，水火无情。关羽在临死之前曾经也是用水，很厉害的，在上游他把那个水堵起来，然后突然放开，那个水哗啦向下流去，一下子把敌人全部淹了，叫做水淹七军，一下子捉到好多好多的敌人。但是呢，好事和坏事是相对的，当年关羽就是因为这一次非常大的胜利，他就骄傲啊，他觉得好像无敌于天下，最后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年轻人把他抓住了，孙权那边用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将军，但是智慧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任何时候不能骄傲的，要很谦虚，不要看不起别人，这些都是孙子兵法在教我们怎么去取胜。有些道路不能走就坚决不要走，宁愿走远路不要走近路。有时候有些敌人不要进攻，那就不要进攻，为什么呢？如果明知道对方的将军很厉害，自己没有把握取胜，那千万不要去抱侥幸心理。那么在生活中一样的，有的人做生意他抱侥幸心理，觉得啊那个什么投资可以突然爆发，他去做，其实他没有把握的，他想叫做赌一下，赌一把，这种是最危险的，就是贪心起来了嘛，千万不要去赌一把，在兵法里面是绝对是错误的，很危险的。修炼一样的，宁愿每天进步一点点，也不要去赌一把，不要去想听到谁说的三天之内可以怎么怎么样，五天之内可以怎么样，七天之内，那个外面广告打的，不要去赌一把，可能他一赌可能还有的人出现一些走火入魔的现象，要纠正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很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平时不注重养生，当他确实得了重病要挽救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不如预防为主，这是聪明的。这最后一点很重要，君命有所不受，就是君王把军队交到将军手里，但是君王如果过多的来干预这个将军的这些行动方案和计划，有的命令可以不听不接受，很多人容易误解，就是说这就相当于等于说不要听上级的话，那是很犯忌讳的。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君王的这个命令是肯定要接受的，肯定要听到。比如说一个国王把这么多的军队交在一个将军手上，如果不信任的话不听话的话，那这个皇帝可能晚上就无法睡觉了，所以说他的命令肯定是要听的。他有所不受就是细节，比如说已经命令要进攻某个国家，这大的命令肯定是百分之百要听，但是在具体怎么打的情况下可以去汇报，但是由于过去古代他传达这个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快，他是很慢的，他要派人送过去给君王看他的地形图他的计划，然后来回可能都要十天半个月的，那这边战场早就变化了，因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你控制不了敌人的进攻。所以说君王的某些命令不听的目的不是真正的不听，而是让君王知道战场随时在变化，必须灵活的处理。这就像我们修炼一样的，很多人容易僵化在2500年前的那些经书上面，他不知道变化，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通过网络就是最好的道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到那种荒山野地修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寺庙，佛家这方面做的最多，他们还僵化在几千年前，他对于我们人类的贡献多不多？不多。为什么呢？
在一个很荒的地方花很大的代价，耗费很大的财力物力，修了很大一个庙，有人去吗？没有人去，因为大家不方便，大家都有工作有学习，不容易去。那么它其实就是一种僵化的机制。而互联网时代最好的道场在哪里呢？就在网络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连接就是一个道场，我们现在的一个连接，一个专项道法，就相当于是在最2500年前那个时候，那些祖师他们面对面的对这些学生们办学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个修炼之法它是超越时空，加持天尊的加持也是超越时空，所以说这个空间只要能听到声音它就接受到了，这就叫做变通，所以说叫做九变。九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在我们道家里九是一个纯阳之数，也是一个数的极点。九变就是说要知道很多很多的变化，如果有一点不知道不精通不明白，那么就是熟悉这个地形，得到了地力也不会取胜，也会失败的。因为如果敌人的将军这方面做得很圆融，他就可以利用这边的僵化的机制来做一些问题。就像这个末法时代，过去那个世尊预言末法时代，特别是佛教的末法时代，他很多过去的反对者，就是他的末王和他作对的那些妖魔呀等等，他让他的子孙们转化变成那个样子。因为如果一般的人喜欢看外在的样子嘛，穿什么衣服什么头型哦，就认为怎么怎么，他利用这一点。而正确的呢，正确的是看他的修为，看他的德行，看他的圆融程度，看他的慈悲之心，不是他嘴巴说的慈悲之心，而是他表现出来的，这样来看，那么我们就知道互联网时代的道场就是每一个连接就是最好的道场，而不是深山老林那一种很大一个像。而这个道教的教，它不完全代表了一种宗教，它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教化教育，让我们明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懂，就像他们说的，把那个经书看来看去，天天念，不懂，不知道里面说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受用就很小。但是一旦我们知道具体的意义所在，受用就非常之大。所以说变通之道是学习所有修炼之法的一个最高明的。而什么叫智慧？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智慧的一个根，就像大树，大树的根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个知识，但是它是不是智慧？不是智慧，知识是死的呀，百度上面一搜各种各样的知识文字都有，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错综复杂的这种错误，甚至会把人引到邪路上，引入走火入魔的这些知识都在网上的，都存在着。所以说智慧要打开，而智慧的最大的奥妙，只要我们的前提是慈悲之心，就不容易被那种隐藏着的那种妖魔所带到沟里面去了，带到坑里面去了。然后孙子他最后说出了一个人五种缺点一定要克服，不然的话在军队上打仗就会失败。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修炼者，在修炼的时候也会失败，在工作上也会失败，在做生意会失败，不管做任何时候事情，有这几种缺点都是很不好的。什么缺点呢？第一个缺点就是说，有的人他容易死拼硬打，就是别人用激将法来激他，生活中都有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去观察观察自己。就是别人好好的说，可能我们还知道可以分析一下，但是别人用激将法一激，有的人是急性子嘛，他就死拼硬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因为可能别人在那里做了一个包围圈，就把他包围了，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刚刚相反，贪生怕死，就是临阵他就畏缩了，害怕了，被敌人的那种气势汹汹所搞得退缩了，这种人也会失败。就是说既不能太冲动向前，也不能太害怕。我们修道修的什么？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不是指的我们这个身体肉体，肉体它是一件衣服，它总是会有生灭的，凡是能生出来的东西一定会灭，哪怕是地球，地球最后也会灭，它也是有寿命的。太阳也有寿命，会灭的。这个包括欲界，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的高层次的它都有可能会灭，当然非常久远。那么人的寿命呢，那就更短，100年不到，肯定会有灭。但是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我们的元神先天之气都不会灭，我们牢牢的如如不动在哪里呢？在这个灵魂的这个层面上，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在面对人间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呢，或者有的人修炼的时候突然出来了一个鬼魂，就不害怕了，因为心里面想，哦，鬼魂有什么害怕的呢？我里面也是灵魂嘛，一样的嘛，鬼魂伤不到，只要我如如不动，把能量做得很好，用金光法把自己保护起来，那么我就不会害怕生和死，就不会走火入魔。有的人走火入魔就是突然出现一个鬼魂，而且是很可怕的，或者突然跑来一只老虎来咬他，就像昨天讲那个卦象，不小心踩到那个虎尾巴吓坏了，这样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如果我们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就是定力，这就是在孙子兵法在告诉我们每个人训练自己的定力。而定力的前提是对这个生和死要看得开放得下，这是一种情况。然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智慧也可以的，知识也可以的，什么都可以，他就是有一点他容易发怒，他太挑剔了，他有点完美主义嘛，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我们人间的任何的事物不要追求完美，只要觉得哎不错了，刚刚好了就好。包括我们修炼，修炼不是在追求完美，一定要明白，修炼追求的是一种宁静，一种实相。所谓实相就是说它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哦，我看这个不顺眼我要把它改得更完美，修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修炼的意思就是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不要去加一个定义去把它搞得那么完美。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命运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好。为什么？他在做一些不能实现的事情。你看我们的电脑都在不断的升级，如果真的完美了还能升级吗？完美的东西是没办法升级的，升级就说明它有缺陷，过一段时间又研究出来又可以升级。所以说我们修炼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一定要听经，要感悟。如果没有新的课程，就听我们过去的100多小时了，可以听100天，一天一个小时，这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有洁癖，其实有洁癖也就是追求完美，他看不到一点点的那种灰尘，他要去每天把那些他觉得是脏的地方要反复的擦呀洗呀等等，这就浪费时间了。而且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被灰尘所组成的，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上，地球是什么？是土，既然是土就会有灰尘，我们平时看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维度比较低，只要一出太阳我们去看那个空气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灰尘飘在空中，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爱干净，但是不要太爱干净，只要干净觉得可以了就可以了，这很重要。还有一种人呢，过于在乎虚名，就是别人对他说他的好话他就觉得舒服，这叫虚名。这种人也是会被敌人所击破的。正确的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面目嘛，守住自己的本心。至于说有人说我好，那就好，我也无所谓。有人说我坏，我反观自照，如果他说的对的，我就修正；如果觉得他说错了的，我就当没听到。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说，过于注重名声的，在古代的一些某些将军，对方就想办法来对他进行打击的方法，就是来污染他的这个名气、名声，就会打击他。打击之后，他出战打仗就会乱打，他就发狂了嘛，失去了这种理性，这也是很可怕的。还有一种人呢，害怕敌人来扰民，一扰民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做一个中庸之道，做一个调整。只要上面说的所有的有一种在这个将军身上过于的在意在乎，都是用兵的灾难，军队就会被打败，军事会死很多人，最后就是失败。所以说孙子讲的每一章每一篇看起来字数不多的，其实都是大慈大悲在保护啊。他说的这些所有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大慈大悲保护整个国家，对一个公司同样如此，也是大家把它吃透了之后，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它就会达到一个和谐。有的人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我经常听到我们同学也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没办法改变这个社会，更加改变不了这个事件。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表面上看这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道德这个角度，这句话就不完全正确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被一个一个的人所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啊，我的个人的力量太小，我太渺小，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不能改变这个社会，那这个社会当然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每个人组成的，只要我做好了自己，做一个慈悲的人、善良的人，然后对周围的人都充满了好感，看这个世界充满了美丽，那这个世界慢慢的就会受到我的影响。这相当于向外在做示范、做榜样，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然后做法布施，慢慢的传播我们的这些课程，最后有可能就影响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看起来是渺小，其实一点不渺小。因为在《道德经》里面讲，天地人，这个人就和天和地排在一起的呀，天地人三才，人就是其中之一。你想想人会渺小吗？也可以说渺小，也可以说不渺小。当这个人的力量发挥出来，团结了大家，大家的心慢慢的都明白了这个道德奥妙，明白了这个道德经的奥妙，明白了孙子兵法实际上是讲的是大慈大悲的道法，那么影响到人越来越多，这个世界自然就越来越和平，不会有战争。因为没人愿意去打仗送死，有什么意思呢？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自己也被打死了，而且最后会不会胜利也没有把握，谁有把握呢？那个战争一旦打起来谁都没有把握，特别是力量相当的双方更没有把握，除非对方比自己弱很多很多倍，可能有点把握。修行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对冤亲债主自身不能解决的话，都是用我们太乙道教的专门的修真法门，申请在师父这里祈求天尊的这种加持的力量来进行劝化和超度到一些特定的地方境界里面去，化解这种怨气，是这样来处理的。如果硬碰硬，最后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包括治疗疾病，很多疑难杂症一定要明白，我们道家的分对疾病的看法是肉体、气血、经络，这是一方面。心理，我们在得很严重的疾病之前，我们的性格、脾气、喜怒哀乐肯定出了问题，心理状态肯定有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绪大起大落，让我们得了重病。否则没有这么严重的重病，不大可能。
然后第三点，在灵魂里面，灵魂里面能量没有了，然后冤亲债主趁虚而入，侵占了我们的灵魂的里面的核心的位置，它有可能寄居在心脏里面，心脏生病；冤亲债主寄居在肾脏里面，肾脏生病；聚集在腿部，腿部生病。它聚集在哪里，哪里就会比较严重。这就是阳气不足，阴气侵犯。这个阴气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灵魂的这种阴性物质灵体，它这样的在作怪来报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道理懂了之后，我们调理疾病，我们就要三方面：对身体需要练习拍打呀、穴位的按揉啊，这是对身体气血。心理主要是听我的这些经典课程，修炼自己的性功，就把心理调整非常的心静如水。所以说，希望天天都听我的所有的课，翻来覆去的听，一定每一次听都有一次的进步。我们的心理每一次进步，只要是在心理层面上的疾病，就会一扫而空，没有了。身体上的疾病呢，通过我们的拍打、按揉自己的身体的这些特定的穴位，身体上的疾病没有了。然后灵魂里面呢，通过加持，通过反复的做这种超度的道法。链接，灵魂里面的病没有了，那么长期这样坚持下去，身心灵魂全是健康的，然后能量不断的累积，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大慈大悲的布施、上供、下施，这样最后就可以在生命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自然我们的灵魂不再有轮回，永远脱离这种轮回的这种痛苦，而进入东方长乐世界，不生不灭，逍遥自在。好的，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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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